白宫发言人，美国成立新联盟并非寻求与中国冷战。据外媒报道，16日，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，美国与英国、澳大利亚成立 AUKUS 联盟是为了推进美国的战略利益，而不是寻求与中国冷战。他声称，我们不寻求冲突。普萨基就此回答不，并称这种伙伴关系并非针对任何一个国家。赵立坚称，有关国家应摒弃陈旧的冷战零和思维和狭隘的地缘政治观念，尊重地区国家民心，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发展的事，否则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